天真活泼的孩子本来就爱玩爱动，可是有些孩子却精力旺盛，动过了头，没有办法接受指令停顿下来，以至于人际间冲突不断，甚至产生学习障碍。有人称他们为马达小子或者是过动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公园里的游乐场是孩子们爱玩的地方，伟伟也不例外。下了课的空闲时间，就会要求大人们带他来这儿，沿着栏杆爬上爬下的，甚至从栏杆上跳下来，乐在其中。但是在旁的大人看的可是心惊胆跳。从一岁多会走路开始，我就发觉他到公园去玩，像溜滑梯好了，一般小孩子就正常就屁股坐着这样溜溜滑梯溜下，可是他会用躺着，但他不是躺，他不是躺着脚朝下，他是头朝下这样滑下来。那第一个，这就是跟一般小孩子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滑。第二个，他会爬到比自己身高高还要很更多的一个地方，站在那个上面，像溜滑梯的那种楼梯上面啊，或者是栏杆的上面，他会直接往下跳，好像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最明显的就是他坐着没有办法，手跟脚没有办法安静的摆着或放着，他一定手一定要动，脚一定要动，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就很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所以我才决定说一定要去做评估。幼稚园是孩子们进入团体生活、遵守团体规范的起始阶段，学习着如何与人互动相处。现在是幼稚园大班的伟伟，到学校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和小朋友玩在一起，但常常有状况发生。比如说，只要跟小朋友在一起，就很自然就会打斗，然后就会不太能够控制自己，有时候一打就会就是不知道那个力道，就很容易就是彼此之间就是让两个就是朋友之间会弄得很不愉快这样。而且他的情绪有时候会情绪不好，就是情绪有时候不好，然后就会闹脾气这样子。然后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当他跟别人争吵的时候，他不会说是自己的错，他都说那个都是别人，都是谁怎么样，都是谁怎样，可是他自己没有错。观察伟伟在校与在家里的行为，伟伟的爸爸开始怀疑自己的小孩是过动儿。过动儿是一般的俗称，其实不只有过动的问题，还包含了冲动与注意力不足的问题，症状严重的程度略有不同，有的是只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有的是出现过动、冲动的症状，但大多数人则是不专心、过动和冲动三者都有，所以在医学界定名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简称 ADHD。我知道你们做了一些很完整的量表啊，那如果用这些量表去评估过动症的小孩子，跟正常的小孩子比较起来，他们在症状上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地方呢？比如说他们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有专注力上面的问题，那一个小孩子当他不专心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持续专注做一件事情，他注意力可能很容易分散。好，那他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可能心不在焉，没有在听你讲话，那他可能很多事情呢他就是很健忘，他刚开始你跟他讲他说好，可是他一下子又忘掉了，他容易掉东西，然后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的。好，那他因为他没有耐心去做比较深入的思考，所以他常说话或做一件事情不经思考，好，那所以他也会尽量逃避需要动脑筋要花很多时间写作业的情形，那也很多的出现的错。根据这些您所讲的症状啊，能不能帮我们再归纳一下，
如果家长怀疑他的小孩子可能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哪一些症状是最明显最典型的？过动的部分有包括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爬高爬低，静不下来，坐不住，坐的时候好像没有骨头一样，东倒西歪哈，然后要不然就动来动去，好像有虫在身上一样，东摸摸西摸摸，讲话比较大声，然后玩的时候也很吵哈，然后再加上说他可能比较冲动一点哈，很喜欢插嘴打断别人，没有耐心，不能等，不能排队。那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只要讲长一点，他就听不下去了，就接话。就把你话接完，就你不要再讲了哈。然后情绪上面控制也会比较不好。我讲了就好了，我讲了就好了。你干嘛这样？啊，我说了就好了。你现在告诉我要怎样 ？ADHD 的小孩从一出生就有了，在七岁之前就会显现出 ADHD 的症状。根据台大儿童心智科高淑芬医师的调查，台湾学龄儿童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比例为7.5%，也就是说，在100名学童中，约有7位患有 ADHD， 是目前国内小儿精神科相关疾病中罹患率最高的一项。可能就是比较皮而已啊，男孩子都是这样子啊，哪一个男孩子不皮？我妈妈也是说男孩子本来就会皮啊，而且我们有个亲戚也是这样，小时候皮一皮，长大就好了啊。面对伟伟的情形，伟伟的爸爸认为不能等待，但是妈妈认为男孩子本来就比较皮，好动，这只是父母的管教问题。皮跟过动不一样，皮是每个男生会皮，但是皮过头就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看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他从坐在椅子上，手脚会一直不停的动，一直不停的动，这个是很大的特征。第二个，哪个小孩子会乖乖坐好？哪个小孩子会乖乖坐好？那小孩子没有乖乖坐好，那他自己有就是有病啊！哦。现在小孩子那么动来动去，你也说他有病？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管教的问题啦。夫妻俩在争执和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双方取得共识，认为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不能让孩子的问题行为一再的发生。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他们带着伟伟前往医院就诊评估。陈伟，你过来坐这边好不好？我有一个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那边的笔呢？那边的笔哦，那边的笔已经用完了。你用这个彩色笔画图给阿姨看好不好？那个是黑板啊，那要用蜡笔，那个用那个那叫什么？我们没有那个笔了，还叫什么？奇异笔还是什么？你换一个人给阿姨看好不好？好，好吗？好。啊，好，等一下。你小时候有头部外伤啊，或是什么问题吗？有，有，有好几次是因为头撞到，然后送急诊。对于 ADHD 的诊断，目前还是以医师的临床诊断为主。透过家长与医师的对谈中，观察小朋友的行为举止，在生活中是否会影响到自己和别人的互动关系，还有学业成绩的表现，来判断是否达到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条件。通常第一次的门诊，我都是会先确定说是不是器质性的因素，或者是说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啦，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共病症，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是其实是自闭症或者是亚斯伯格症这样的孩子啦。你们在学校会玩组合的玩具吗？对，我就喜欢玩这个。通常第一个门诊的时候先排除这些因素，那再来就是会给那个家长就是带那个我们这个诊断这个注意力缺损过动症的一个问卷调查，拿回去家长好好的填，然后还有给那个学校老师填或是安亲班的老师，
然后等到第二次门诊的时候，我们再带那个单子回来看，那可以看到说，哎，在如果在两个环境下他都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可以很确定他有这个状况啦。那其实我也问过学校的老师，那我也跟我先生其实在家里也仔细的做好那个评量，然后仔细的讨论说他在家里一个行为，那甚至带到外面的时候也观察他整个一个行为的变化这样子。那所以说面对这样的状况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 ADHD 的一个显现的状况其实是要经过这么一个很多很多方面去考量的，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好动啊、蹦蹦跳跳啊，然后怎么样子哦，这个就叫过动了。你念哪个学校？小浣熊班。小浣熊班。延平国小。延平国小啊。那你喜欢上学吗？为什么？因为上学啊，都还要做工作的。另外，医师也会安排智力测验、心理测验、注意力测验，评量小朋友目前的学习状况是否达到应有的程度及心理的发展状态，还有注意力持续度的问题。而评估的报告需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才会获知结果。目前的研究发现， ADHD 是一种生理性的疾病，是由于大脑的发展异常所导致，成因从脑伤、金属中毒、饮食添加物到过多的环境刺激，各种的说法都有。 ADHD 是一种行为控制、冲动控制方面发展迟缓的问题。一般正常人可以控制自我的能力，包括停下来、思考、意志、计划、行动，这些是 ADHD 的人所欠缺的。在课业学习上，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力的科目上， ADHD 的儿童完成率会比一般的儿童落后，而这样的问题源自于他们的脑。大脑可分为皮质和皮质下的组织，皮质主要分为脑叶，包括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额叶掌管人类专注、思考、计划、语言、运动、情绪、控制冲动有关。研究发现 ADHD 的患者脑部额叶不同于一般人。现在医学的研究，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多巴胺的不足，所以导致小孩子有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好，那这多巴胺不足呢，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那目前的一些研究也显示，主要可能是在额叶的部分。初步的研究是这样子认为，我们脑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一个构造，它从额叶有一些讯号传递到我们脑的深处的基底核，再传到我们其他部位去。那这个线路呢，如果是很通畅的话，他小孩子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过动症的一些现象。那但是呢，这种从额叶传到这个基底和这个线路，这个线路如果它的不顺畅，譬如说就是刚才我们讲多巴胺不足的话，它这线路就不通畅。那不通畅的话，它讯号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连续的讯号传到脑的各地方去，那这种小孩子就有机会出现所谓的注意不集中或过动症的一些现象。 Dopamine 是一种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当它分泌不足的时候，讯息无法传递到额叶区、神经纤维及基底核的这些区域，导致脑的活动度较低，影响到人类意志行为、持续专注、控制情绪的功能较差，造成孩子注意力不足、过动及冲动的现象。从科学仪器的检测中发现此区的不同。电子摄影是现在最新的检查中的一种啊，它是可以看到我们脑细胞的对各种化学物质的一些新陈代谢。那经由这个检查，我们发现有些过动症、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小朋友呢，
他们的这个脑细胞，尤其在额叶的部分呢，他们的脑细胞的那个活性相对的是比一般正常的小朋友是低了一些啊，这个是现在从电子摄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核磁共振主要是看脑的构造结构啊，那有人就针对这种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小朋友做研究，结果发现呢，如果跟同年纪的这种小朋友来比较的话，有些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小朋友呢，他们的脑的容量哈，相对的是小了一点啊。那尤其是在额叶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跟这个过动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小朋友多巴胺分泌的这种部位，额叶的这种部位有关的地方，它相对的它的容量呢，体积呢啊，比较小了一点。目前研究证实 ADHD 是一种脑部生理性疾病，那么影响脑部发展异常的原因是什么？就目前的研究里面可以看到，大概有10%的小孩子呢，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原因的哈，包括的是哈，父母在怀孕的时候啊，应该是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哈，可能她那时候抽烟抽的比较多，喝酒喝的比较多，或是有一些非法的物质上面的一个使用哈，那或是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呢哈，有一些并发症哈，那小孩子有脑出血或是感染，这些呢都可以发现说，他确实他小孩子有比较高的比例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再就是一些小孩子呢，他可能在小时候就开始有癫痫的发作，那也发现他们有比较容易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嗯，或是小时候有脑受伤，哈，也是会。那还有90%的小孩子呢，我们找不到原因，哈，嗯，那目前的话比较认为可能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发现说这些小孩子，当他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他的手足好像也比较高比例，嗯，他的父母可能比例也比较高。至于是哪几个基因造成脑部发展的异常，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过动及冲动的症状，目前国内外还在研究当中寻求解答。另外，许多认为会造成 ADHD 的说法，例如看太多电视、接受太多声光刺激，还有摄取太多糖分的饮料和零食，吃过多的食物添加物，缺乏维他命，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确实的科学根据证明这些会引起 ADHD。 对 ADHD 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可以帮助父母及老师及早发现孩子的问题，送去医疗单位接受评估与治疗，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回归正轨。经过一个月的等待，伟伟的评估报告确定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但由于他的症状较轻，加上未满7岁，医师建议先做行为治疗的部分，等到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再观察其上课情形，决定用药与否。主要就是要教会家长，就是针对小孩子的正向行为给予奖励啦，那对很不好的行为给予处罚啦。那这个处罚不是说要打骂小孩子，而是说可能就是剥夺他的权利啦。那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建议那个积点制啦，就是如果他有哪些好的行为，我们会给他奖卡。那累积了多少的奖卡之后，就可以换什么样的奖励，或者是说他那个奖励可能是吃的，可能是玩的。或者是爸爸妈妈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带他去哪里玩，类似这样子的是行为治疗的模式。其实很多家长在学会了这样的方式之后，比较不会打骂小孩子。检查出来我小孩是 ADHD， 那其实我跟我先生的想法，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想法是觉得说，真的就是要做医疗，就是说不管医生跟我们讲说是要药物医疗或是行为治疗，或者说我们应该去接受怎样的一个团体课程的部分，其实我跟我先生都觉得说就是要去接受，因为这对于他将来整个的我们说人生或是他整个学习的状况其实都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更厘清他自己。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而不会说有那么多的冲突。对
于伟伟是 ADHD 患者的事实，伟伟的父母选择的是面对与接受，但有的父母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有病。孙平的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试后，才面对这样的事实。什么都有，什么行为都有。一开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病的名称？刚开始也是不太能接受，因为觉得，因为觉得这个是一种，应该说是特殊的孩子，就是会被人家贴标签说，尤其有的人会想说，我们去看的是精神科，那像在，他其实他现在是叫做儿童心智科，但是听起来也是精神科，听起来就觉得，哎，这样是不是心理上或者是精神上有什么疾病？那可是后来我们想说，与其被贴上那些不守规矩啊、不听话啊、那坏孩子啊，对啊，或者是我们教养不当啊，那些标签，还不如就是给他一个，因为这真的不是他愿意这样子，那就给他一个正式的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接受这样。孙平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喜欢参加课外活动。从旁看来，孙平与一般小朋友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游戏进行到最后，发现孙平不断要抢答，甚至高兴得满场跳，这是 ADHD 过动冲动的核心症状表现。孙平在小三的时候被诊断出他是 ADHD 的患者，目前正在接受药物治疗。90分以上，对不对？就会这样讲卡。你听，专制党，好，来，你耳塞医生，好，没关系，看，走吧。所以一天要吃几次？大概一次就好，一次就好了哈。您是因为过动，就是一种比较 hyper 的活动嘛，哈。那为什么还要用中枢神经兴奋剂来治疗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才会因为这样的疑虑而不让孩子用药。有些家长就会把所谓的甲基丙乙定，因为我们在药理分类是把它归类成中枢神经兴奋剂，他会把它跟安非他命、摇头丸这类的所谓的兴奋的药混为一谈。其实哈，在医学上，甲基丙乙定这种所谓的兴奋剂，正好会促进我们大脑的额叶的活性，它整个的注意力的品质、情绪的控制、过动跟冲动的现象，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医师，那平平现在用药的状况怎么样？那早先家长以及平平在使用药物治疗的时候，也都经过很多家长都有的一些疑惑跟困扰，但是哈，这几年他自己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经验，其实孩子在药物治疗得到相当好的改善。那为了减少孩子现在在学校服药的困难，我会把它转换成长效型的药物。那不管是在服药的遵从性、服药的副作用跟药品的疗效，都其实得到相当好的改善。刚开始的时候，他会配也是会有一点点的排拒。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不要吃？”哦，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已经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你是要吃药的，这样子你就吃药，你就可以把功课写完。”因为他以前还没吃药的时候，2个小时写2个字。而吃药以后，20分钟可以写2行，这样子。然后呢？然后这样子，他就发现，原来吃药以后，他20分钟，写2行，休息10分钟，再写20分钟，写2行，这样子，他很快2个小时，或是2个半小时就可以写完功课了。所以他自己也很高兴这样的改变。对，因为写完功课的奖励，他就可以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孙平的症状改善与学习行为的进步，除了配合医师的治疗外，另外一个就是父母教养态度的改变。多加一个吧，
95以上是一个，100分是两个、哦、哇，才这样而已哦。对，来，为什么跟考甲状一样不一样？一样啊，甲是甲状是甲是两个，甲是甲状，好像就是甲状又不是等于是一百，是吗？一百，哎，对。了解 ADHD 的小孩不同之处。当一般的孩童做出不适当的行为时，只要被老师或家长处罚几次，就会汲取教训，避免再犯错。但是 ADHD 的孩子即使受罚后，仍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这并不是他们故意犯错，而是他们快速行动的欲望会超出自我意志的能力。因为我从小也是打骂教育，通常就是用、用处分的、处分当然不一定是用打的，也是有罚跪有罚站、可是你不乖我还是要打你。后来我知道正确教养、他教养的方式就是必须要用、正向行为辅导、就是所谓的用奖励的。像他以前在学校在查生字簿的时候，他通常是十几个生字，他只有在学校只有查一个生字回来。起初他服药以后有用奖励的，只要查一个就是一个好棒。哎，怎么有一张考卷空白的？空白的就是空白的。拿来盖上去。刚刚那张呢？100的呢？两个。那我盖第一个。80分。还没啦，哎，盖下去。80分扣没有？我不是讲说80分以后才扣吗？85分以后，平常考是这样。80分吧，不用。80分以后才扣吧。那以前那刚好80分也算啊。那以前就这样子的，以前就有吗？那么严哦。当孙平的父母以正向态度鼓励孙平，也发现孙平专注投入的一面，那就是模型的组合。不需要依靠大人帮忙，自己可以花2个小时慢慢地将一小片一小片的模型组合完成。在他对他有他自己觉得有兴趣的部分，他可以有很应该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很专心在上面。比如说他做钢弹模型，然后他的语言发展其实从小就很优，然后他也很勇于去发表他的意见。那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他的优点，那其他的部分我会再慢慢去观察。那做钢弹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身体和心里有什么感觉？你就讲说可以，就讲说哦好厉害。但这过程中也承受许多压力和挫折。不了解的人认为是父母没有管教好小孩，感觉自己的孩子如脱缰野马，掌握不住，陷入悲伤、沮丧的感觉中，因此需要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带了这样的孩子以后，让我情绪就一直会很不愉快，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有很到极限了。对，那我就会去看一些佛书，或者是说看看静思语啊。那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一方面可以让我心情比较平静下来。自己呢？在心灵上有必须找一个出发点，因为其实即使我们孩子有接受治疗，你每天面对他一些小状况，你也会脾气也会上来。所以说像我啊，本身就是种菜。孙平的父母透过不断的搜集资讯、参加讲座并调整自己的心态，用爱和包容支持着孙平一路成长与治疗。这样的改变使得原本紧张的家庭气氛变得和谐。那当然，如果夫妻在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或什么，我知道很多医院还有很多基金会，他们都有办亲职的课程，那或者是家族的治疗。我觉得父母不要去排斥去上这样子的课。好，我常常跟很多家长讲，你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孩子，事实上你拿到的功课是比较难的，别人拿到的是幼稚园版的功课，你拿到的是博士班的功课，那当然你要去进修。在民间，有些由 ADHD 的家长所组成的协会，
因为了解父母们在教养小孩所面临的压力和挣扎，提供了家长相互交流的平台。本身有两个 ADHD 小孩的蔡美欣，常在协会所举办的活动中分享自己的经验。所以那个不能够当时候被你掌控的孩子，是因为生理在影响他，那个当下是孩子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问题。至于孩子的问题，回家或者是可以再经由我们更多的努力来教导他，但千万别在当下就是举例拿给别人看，或者是教给别人看。因为当孩子他有情绪的时候，情绪那个点已经在告知你，我也需要被帮忙，稳定的把孩子带离现场。带离现场之后，先把孩子的情绪做好处理以后，然后再来跟他谈他当时候这件事情的合宜或不合宜，适当或不适当，那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将后又该如何避免。我想一定要这一些程序，你才可以永远做一个健康开朗而且有能力带着孩子走他这一生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 ADHD 的孩子在成长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家庭教育，父母以健康开朗的态度教养外，学校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对于 ADHD 的孩子，老师们也必须建立起正确的观念，让 ADHD 的患者在父母、师长、医疗三方面的帮助下成长得更好。在过去，由于对 ADHD 的认知及宣传不足，学校的老师们对于过动儿的情绪、人际关系以及课业问题都认为是孩子的故意行为，并且将他们视为班上的问题人物。但是随着对 ADHD 有更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探讨，加上台湾的特殊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学校的老师们更懂得如何接纳并且辅导这些孩子们。事实上大部分的过动儿他不需要到特殊班去接受特殊教育哈，大概有四个或三个ADHD 的孩子才有一个需要去接受特殊教育，那所以大部分的 ADHD 孩子他应该都是在普通班，所以对普通班的老师来讲，好，大家每一个普通班的老师都要心里有准备，我要怎么样去教导 ADHD 的孩子，所以我们三十个学生的一个班级，每个班级有一个算是一个正常的比率，那有两个也都是正常的，一到两个都是正常的。那对很多老师来讲，你要学习怎么样去管教 ADHD 的孩子，可是管教 ADHD 的孩子并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要你把班级经营做好。杰明是小三的学生，上学期刚转学到这所学校，由于他是 ADHD 的患者，妈妈花了许多心力与老师沟通，而老师为此寻找一些资源来协助。一开始呢，我先找比较资深的特教老师先跟他们谈，然后谈完之后呢，再跟他借一些书回来看，因为刚好是有暑假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跟他聊完之后，他给我的建议是尽量利用杰明不在的时间，然后先跟班上小朋友聊一下他的状况。那刚开始杰明因为刚到新的班级，所以他的适应力可能不是很好，那很马上就有很多的状况发生，那刚好把这些状况我都会利用杰明不在的时候跟班上小朋友分享，所以其实小朋友一开始就感受到他跟一般小朋友非常与众不同，所以小朋友的包容性就会比较强烈一点。老师可能在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因为他的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容易犯错的这种特质，老师也可以周围安排一些小朋友去帮助他。好，那通常我们会建议老师去找那种因为过动儿是比较容易激动的啊，你去找那种不容易被影响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就是处于这种我们叫做那个燃点非常高的200度才会被燃烧的那种小朋友，就是他非常稳定不容易被影响的这种小朋友坐在他旁边，然后去指导他。
由于老师事前和班上的小朋友谈过杰明的情况，因此当杰明到这个班级的时候，很快的就结交到好朋友。当情绪控制不住时，这些好朋友就会在一旁赶紧安慰辅导。如果真的有状况发生，他太兴奋了或开始生气，第一件事情就要先劝阻他不要那样做。有的时候这样就会成功，可是他如果还是很生气，而且我们也大家都没有办法阻止他，我们必须回报老师。以杰明一开始，他其实他的主观性非常强，所以呢，他在班上一开始就会认定哪些小朋友是他的好朋友。那我就会拜托这些小朋友，不管是到课任课，还是参与任何活动，然后都拜托这些小朋友帮我注意他的状况。如果他情绪上来的话，也会请这些小朋友去安抚他。那如果还安抚不了，他们其实很机灵，就会马上回来告诉我，所以呢，我就会及时赶快去做处理，然后问题就很快就消失了。对于 ADHD 正确资讯的取得与了解，傅老师找到帮助杰明的方法，解决人际关系和课程学习的问题，减少师生同学间的冲突，杰明也展露他的独特之处。运动像他打乐乐棒球是打得很好，是算是数一数二的投手跟打手。我发觉他很爱大自然，尤其昆虫，尤其吉姆虫。那我和我先生，他爱这种东西，我们会去买五对十对，用一个大箱子回来让他养。家里就那独角仙到处飞啊。是真的很大只很大只那种独角仙，我以为它是大蟑螂，就有一天它真的孵化成功了，那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只觉得要让它去学习，说它要自己照顾，然后它的兴趣也在这边，然后假日我会带它去爬山。它爬山我们常常去爬天母古道，它就沿路的去找虫，跟我讲它是什么虫，石门的步道，什么的步道，包括他就回去会去翻书，就是我会觉得父母亲要陪着他去做他有兴趣做的事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患有 ADHD 的菲尔普斯勇夺了8面金牌，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他的成就来自于妈妈的支持和不放弃。ADHD 的孩子有其潜在的特质，只要能够透过适当的引导将其发挥出来，表现一样可以很亮眼。下午不说话哦，不要看我。好，那知道这都在哪里？还有小朋友没人上，对不对？玉涵目前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的学生，平常忙于课业之外，也会帮忙带 ADHD 的小孩一起游戏分享。18岁之前，生活在脱轨之中，不知道自己哪里出错，总是坐不住，功课写不完，生活秩序混乱。后来接受老师建议，他到医院就诊，发现自己是 ADHD。我觉得在课业的挫折是在于说，我觉得我很聪明，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专心读书。我很想读啊，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读啊，然后让我觉得我成绩都很糟糕，然后我自己也很挫折。然后在人际方面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人际就不是很好。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是我不太会整理东西，然后变成我也同学会排斥我，然后我就会被同学欺负。然后到了长大了以后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人家的关系就很糟糕这样，然后就没有办法把人际弄好。然后在那个至于在生活上，就像我讲的，一直掉东西啊，然后迷迷糊糊，每天都挨骂，然后而且这造成生活很多不方便。以玉涵来说，从小就是 ADHD 的孩子，但直到18岁才被发现，在医学上来说就称为成人过动症。
其实其 ADHD 注意力不足冲动的症状是由儿童时期延续到成人，若没有经过适当的医疗与辅助，会造成课业学习的困难及工作低成就的挫折，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发展，更严重会出现对立性反抗、反社会行为、药物滥用、人格障碍、焦虑症、忧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经过评估，确定患有成人过动症，透过药物的治疗，有效地帮助他们改善过动、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并可调整情绪上的冲动，改善人际关系，以及大幅提升对学业或工作上的成就。我知道自己是 ADHD 以后，第一个我吃的药，我觉得整个就是一个大改变，就是包括我以前没有办法很专心读书，可能两三个小时才能读，然后可是我一吃药，我半个小时起效后我就可以专心，而且我看以前的话没有把书念完过，可是我居然把书给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怎么这么感动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成绩理所当然就跟着起来，然后就觉得在做事上也比较聚焦，然后那现在我其实知道自己是 ADHD， 就觉得我更想往这一方面走，然后我自己的志向当然就是往特教界走，不管走到哪里，可是我就想服务这样的一群小孩，这样，然后让这群小孩有不同的学习方式，然后他们自尊心被维护，然后他们潜能被发挥。那我刚好我有一些创意力，那我又是这样的小孩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而且我的创意力让我可以在特教上发挥得很好。得到民国1998年十大杰出女青年奖的蒋恩佩老师，目前任职于中兴大学食品暨应用生物科技学副教授，但在生活中却受到注意力不专注的困扰。你要注意到他的因为他是在一个 positive charge， 他的口罩是一半在不带电，一半在附近，请问哪一点？好，我们看一下解答。老师超开心的，好，好，那我们就分享一点吧。因为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第一次学会老师。那比较严重，有时候常常会把自己忘了带钥匙，把自己关在门外，或者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有时候早上来学校发现昨天的午餐吃到一半就留在那边，一直到今天。那这些生活上的细节，我觉得当然除了造成我生活上的困扰，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自己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会觉得为什么对其他人理所当然很容易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有一些困难。也因为注意力不专注的影响，让他在求学过程中在班上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很好，但却从学科活动中发现自己的兴趣。那我还记得我们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我报告完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然后教授就是忽然说他说这个是我整班里面做的最好的一个报告，而且这个报告基本上你如果真的去做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啊。然后也我忽然就觉得说哇我也可以，那种感觉超开心，然后就觉得说也许我不是那么糟，那成绩还在其次，而是我在钻研这样子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跟相对于其他比如说考试啊或其他比较不擅长的事情，那我慢慢的也开始思考说或许我也不是不能够走研究这条路，也许我可以把我的专注力放在这个东西上面，因为我喜欢去思考问题。在孩子成长道路上，父母若以正向态度看待 ADHD 的病症，让孩子了解就像一个人眼睛近视了，眼前模模糊糊一片，但戴上眼镜后经过矫正看得一清二楚。同样的， ADHD 的孩子透过药物与行为的治疗让症状改善，学习控制自己的行为后，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学习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说，当你想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如何？你快乐吗？
你觉得做这些事情，那你觉得说这是你很想做，而你又知道意义在哪里吗？如果是那样子，你就可以去做。妈妈能做的就是给你一个最大的香甜跟支持，以及看到你喜悦的笑容。我要孩子先认识自己，让孩子先爱自己，爱自己，孤独的孩子，你绝对有你的光跟亮。事实上，孤独儿有很多优点，因为他的这个缺点造成他有很多的优点，也就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他的冲动造成他是一个非常原创力非常好的，所以他也有创造力，然后他有很有突破力，好，所以他比较不会受传统的那个规范去约束他的思考。然后第三个是他很有活动力，所以他常常都会是很主动帮忙的哦。所以我们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说，哎，这个孤独儿当我会教他的时候，他简直是非常贴心，因为你教他去做什么他都很乐意去做。所以这些优点如果我们去包容他的缺点，我们慢慢就会去看到他这些优点啊，这些优点我们善用他就会非常好哦。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 ADHD 的孩子们虽然容易分心、冲动及过动，但并非他们的本意，而是由于大脑发育异常所使然。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老师、父母的包容和耐心教导，配合上医学的治疗，那么将会像倒吃甘蔗一般，从父母亲子间冲突不断，到慢慢地看到孩子的成长，将缺点化为优点，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 ADHD 的孩子们也将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成就。